华安娜送去海外之后，通通处理干净。崔佑镇已经计划好要除掉安娜了，我打算给你一个变回好父亲的机会，让你摆脱崔佑镇的傀儡身份。魔镜，经济下在找的是什么？惊喜。嗨，昨天晚上经济下跟蒲冠手秘密会面。你说什么？跟蒲冠手？那家伙不会是？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到12点，守护者 K2 东森戏剧台。